距离2025年日本大阪关西世界博览会开幕仅剩下一年多时间，截至目前只有韩国向大阪市政府提交了临时建筑物建设许可申请，展馆建设远远落后于计划。日媒称，主办方开始担心大阪世博会能否顺利举行。据日本时报7月31日报道，11月底大阪世博会将开始售票，但目前仅韩国于7月28日向大阪市提交了相关申请。报道称，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担心，随着时间临近，一些国家可能会改变主意，放弃建造大型展馆，最终大阪将在空地上或者在帐篷里举办世博会。东京新闻7月28日报道称，吉村洋文7月26日围绕2025年大阪世博会在记者会上表示，参展的国家和地区不应执着于建设类型 A 场馆，如果坚持建造，有些国家可能会来不及。他暗示，负责主办此次大阪世博会的日本国际博览会协会应允许参展国家和地区将场馆类型变更为类型 B。 大阪世博会预计共有15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展馆分为三种类型，类型 A 展馆由各国独立出资建设，类型 B 展馆使用世博会建设的设施，类型 C 展馆则租用部分建筑。在153个国家中，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式属于类型 A。 这些以类型 A 展馆参展的国家和地区需要先同当地建筑公司联系，确定基本设计方案后，向大阪市政府申请建设许可证。韩国此次的参展方式就属于类型 A， 而预计大阪市政府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审查，才能为其发放建设许可证。造成展馆建设延误的原因很多。日本读买新闻7月29日分析称，建筑材料价格高涨和人手不足等原因，导致寻找施工企业的工作举步维艰，至今仍未发放一张建设许可证。东京新闻称，除了原材料价格暴涨外，上届迪拜世博会受疫情影响延期一年，这也令大阪世博会展馆建设不及预期。此外，日本国际博览会协会的一名宣传负责人表示，各国在施工方法和材料使用方面存有差异，协调沟通也有困难，这些因素都使得建设缓慢。日本产经新闻近日报道称，明年的一项规定也对大阪世博会准备工作造成影响，日本建筑行业将从明年四月起严格限制工作时间以外的加班，人均工作时间的削减引发人们对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担忧，担心这将影响大阪世博会的开幕。为此，日本国际博览会协会已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将世博会展馆建设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而日本政府则表示将慎重进行讨论。